好，新年过得好吗？我们打算要去捞虾，现在是半夜十二点，大概在十五分钟我们就会到达目的地了。今天的天气看起来还不错，目前没有风。待会见喽。现在在深出口，你看那边远远的地方有一闪灯，闪灯的都是来抓虾的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抓虾。闪灯，这里就一只跑走了。新鲜的虾子呢？但是好像没有到很大，看看有没有最大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29度，早上，所以应该是很适合抓虾。地方是有同事跟我说的，我们以前是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但今年去的时候没有大虾，没什么虾，不知道是去的时间不对。去年有过一次就，some like flatheading. Oh, really? Yeah, maybe like 10 minutes, that should be a bunch of fun. Okay, sure, thank you. Oh, okay, yeah. I'll have a look then, thanks. Oh, we're fun, huh?好小，放过你。
章鱼。它在吸我的脚，我在救它。好大只哦！它吸我的脚，这只太大只了啦。它那只。站太久了，它还是软，它会去吸你的脚。它想说什么东西毛毛的，你又是什么？我说不要。它没办法，它会吸。你要。它会跑掉，我跟你讲。还没有出来。咦，它会一直往上啊？对啊，所以。出来了。带刀子来呀、欸，那是大肥。这应该是那个蚝，生蚝。哎，不是，哇，拉到比目鱼。你看这只鱼是什么？这是鱼啊，这是他们来钓鱼的那个，那天他们钓到鱼，比较大一点的那个鱼。我还以为它死掉。有看到那个样子很像比目鱼，就捞一下，哎，真的会也会动。它好重，我可能要把东西拿出来了。它有够大只，可以带走。有，我没有带死。这个鱼就是直接弹在那个沙滩上面的。因为我手上很深，就已经有了。对啊，就是看这样子，那感觉是一个鱼形，那个就是有了。这是标准的白虾。那你捞比目鱼有拍到吗？应该有吧。然后那个灯，因为我为了放那个行动电源在上面，所以它会一直亮着，它不会没有电。哎，这找大，它就过来了，看不见。不会，这个，好，进去了，进去，起来，那是鱼啊，这次鱼跑进来了，这个小鱼啊，我觉得带很好吃。打气的油啊，所以我才说等一下把里面东西它都拿出来，然后装水，然后打气在那边打。
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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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到了。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你不要急，等他停下来。他会停下来，然后就钻进刷里面的。也在里面嘞。对啊，我看到你抓到了。这只是比目鱼，虾子。那这一带的这个灯这样。接上行动电源，很方便。章鱼，它自己跑到我的脚上，那我就把它捞起来了。很大一只哎，有一点可怕，呵呵，超级大的。后天要跟朋友吃饭，刚好给我那个厨师朋友料理。比目鱼，你要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在这里，有看到吗？这就是比目鱼。啊，跑走了。